个 Google Meet 的一个 Google Meet 一个会议软体，这个也可以用来播放哎，可是就变成是要去找那个 Google Meet 才有办法。这个 Google Meet 好像也可以当实况软体来用。蜡烛的蜡应该可以，不行，不能吗？饭馆港口，那我现在有的是它到底是什么？它正需要一个航海图。这老鼠，没办法捅穿它吗？啊，我很认真的考虑，我到底是不是应该要先去。诶，这个不行吗？我不是应该把这个叶子弄开吗？我这到底要不要先去修一下那个网络连线问题？不然我这样一直断一直断，好像也不是个头啊。这边。既然我有硬币，算了，不要。木头业主教堂，它少三片，那我还缺一片。这玩意儿应该是少一个琴键港口的话，这个少一个海图吧。然后这个猫少一个楼梯，这个怎么看应该跟这个都不搭呀？总不会跟我说啊什么？啊什么？竟然是这样，竟然是这样，想不到。他怎么把这些东西塞进这个箱子里的？有点佩服他。但是首先呢，我觉得我可以先把叶子拨开，然后渔民的日记需要一个锚，乐谱，锁的一部分不见了，这。有虎，我保证再断线，我可能就要先收工，因为它一直断，一直断，我没有办法上传，很烦的。演出的一半是停止了，少了一个月亮吧？开门。妖怪，这是什么故事呀？这是什么毫无逻辑的故事呀？看看哦，这个是不是看起来不是很搭呀？觉，
感觉。然后魔兽世界改版了，所以又有人在揪我回去玩。那我要不要回去玩呢？最近有点懒得打电动，可是又觉得好像最近好像其实有点闲下来，好像其实是可以打电动。可是因为我没有点卡，所以我如果要早点动，还要去买点卡。可是我现在又不是很想进超商，毕竟现在进超商都要实名制，有点麻烦，所以有点不想去那个，不想去超商买那个啊！他为什么攻击我？哎，为什么这个有重复吗？我怎么看不出有重复呢？为什么？哦，是我要点这里哦，等一下，好蠢哦，所以我是要点这里哦。哎呀，真是的。他也不说清楚，我怎么知道呢？那我看是他吧。那我看是他吧。字典法，我打败了被诅咒的稻草人，一个南瓜。哎，一个梯子哎，这不是我们可以用来救猫咪的梯子吗？我明天打算要想要申请在家上班，最近毕竟疫情越来越严重。如果可以，我觉得好像在家上班会比较安全。但是我今天去问主管，他说还是每天要去上班。可是我实在觉得，这个时候出门总觉得，虽然说我们嘉义好像目前为止没有疫情，可是嘉义没有疫情。应该是因为根本没有人去做检查吧。俗话说，没有就诊就不会确诊。所以我觉得嘉义现在没有什么疫情，应该是因为没有人去就诊的关系。靴子。这是什么？蜻蜓。靴子跟蜥蜴，我刚把这个钓起来。蜥蜴，木指蛇。我应该要先把那个，我要把这个绳子割断。木指蛇、靴子是在这里吗？这里，走私客的包，哇！等一下，他那么多钱，我却只拿了一根爆竹。需要一些板子把它加长。哎，让我想想看，
我先去看看这个是音符，我少了一个吧。走私客的包，谁是走私客？这伙计是走私客吗？You did it. I'm a man of my word, but I'll need a map and coordinates. 他需要一张能够航行到那里的地图和坐标。I'll load up the ship while you get ready. 找到岛的坐标。罗盘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去港口画航海图？怎么画？我感觉我还差一张纸吧。地图盒上面缺了一个，奇怪的一个符号，钉子。我应该先修我的梯子吧。那要修梯子，我得要有木板。去哪弄木板呢？木板有很多，可是他不让我拆。钉子，渔民的日记，没有东西。港口，只有这个可疑的店老板。他也不要钥匙。主路好像没有东西，那就只有港口跟教堂了。港口，哎呦，还差什么东西？就还差一张纸，应该要先打开那个渔民的那个啊，爆竹。我必须说，刚刚是不是又断了一瞬间？我要再使劲敲一下它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今天可能只能玩到9点。为了那个，哎，为了让我明天有更有精神的去上班，我这几天其实都比平常早睡，因为这几天因为一下子这个疫情一来，然后搞得这个突然事情很多，然后。变成说我在上班，平常我中午可能可以稍微午休一下，可是这一个礼拜我都没有午休到，搞得我这几天其实都很困。哎呦，他吃这么好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他看起来怎么像那个什么野人雪怪那种东西啊？大胡子先生，他看起来很像那个野人雪怪。琴键。不愧是胖猫，五音不全，毫无调子可言。今天我将麦康奈尔女士和她的女仆带到了阿珀劳奇。村民人不喜欢这个女孩，他们称她是女巫，但她看起来很好，却很忧伤。麦康奈尔女士已经怀孕，她应该很快就来了。她的丈夫也很善良，但他们岛的气氛却很沉重。村民们回避着来访者，我也是。上次我就淹死了，有黑色的东西撞到了我的船上。小岛上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情，麦康奈尔女士分娩的时候不幸去世，丈夫带走了孩子，现在已经有5个人失踪了，其他人都已逃命。在他们离开后，
着被女仆哒哒哒哒。几十年来，没有人到访小岛，风从那里带来奇怪的吵闹声。我也幸福那边属于有黑暗的东西。1907年啊，黑暗的海水随着时间的流逝增加，我再不愿航行到那个贝特的地方附近，这是他的坐标，那个岛的坐标。于是，然后呢？我是不是还需要一张纸？总不可能是需要一只猫猫吧？现在我们还缺一个地图盒的，可能是钥匙或者是什么东西的。那我们可以去，那我们可以去哪里弄到啊？这是不是你的猫咪啊 ？Mr. Whiskers, thank you. 他的朋友跟他的眼睛颜色果然是一样的。是这样的啦，找到了海图，然后他的朋友就是那一只猫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啊，搞定，可以出海了。我们请了一个走私客帮我们开船，转手就被他卖掉。开的，我是以什么角度看到刚刚那个画面的？是水鬼的角度吗？啊，这是什么不科学的画面？哎，我还没放我上船！救命！这匹马有羊角，这么可爱的吗？是一只有羊角的马耶。它看起来像是一个 3D 投影，我必须这么说，它看起来并不像真的，它看起来就是一个 3D 投影的感觉。哟，我觉得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，不要乱摸比较好。妹子，那是你奶奶吗？嗨，奶奶。都没有，他们都没有发现他奶奶消失吗？我的天，他奶奶那么大一个奶奶呢？拿着不给我吗？一剪刀，我先看啊，这是什么？麦康奈尔家族被永远驱逐了，他们已经通过杀害一个善良友好的灵魂而带来了毁灭，也就是他们的厄运。愿他们永不什么永不踏上这片土地。哇塞，这个什么烂翻译，永不踏上这片土地带来更多死亡，他们的家谱已被永世诅咒，阳光将不再照耀他们，他们的家族将不再有新的生命诞生。那个女孩是阿飘吗？那个女孩应该是麦康纳的家族的小孩吧。现在我应该可以找一下刚刚有什么东西。这个啊，I got 一个头。装饰啊，这个喷泉或许还是好的。那为什么它漏水了吗？阀门，
这样不是用阀门吗？好吧，看来这样行不通。这个门一看就是我讨厌的那一种门。那现在我手上有一个钥匙跟一个阀门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好可爱哦！啊，这好可爱哦！看这个萌萌的鸟。天，这个眼睛，这个嘴巴，超级可爱。这是你的毛吗，小鸟儿？可能不是你的羽毛吧。天，好可爱哦！我是不是应该给它一只虫来吃？给你一只虫，你可以稍微移动一步，是吧？那还有没有虫？哦，我要，哦，我要收集这些字母，原来是这样。那这个金龟子要去逃去哪里？这个羽毛是能干嘛？这个玩意儿，难道是一个蜥蜴吗？到底为什么要给我一个甲虫？这怎么可能剪得断嘛？这两个拿不到吗？等一下，这个小鸟还想吃点什么吗？只剩下一只奇怪的小金龟子。这后面很多都像，但是我捡不到。这些点不到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小鸟也没有虫给它吃啦，除了这只一直在啪啪走的金龟子以外，没有虫可以吃啦。啊，你不要因为你可爱就这样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我也是没办法给你吃另外一只虫的，我没有虫的啦。虽然说你真的很可爱，但是真的没有虫。不是，现在我要点哪里？可恶！这些都不是吗？会是一个藏得很好的符号吗？我最好收集所有缺少的部件，其实我都不知道缺少什么部件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刚点了一个什么？哎，我刚点了一个什么？我刚难道不小心捡到了一个字母链吗？一个字母啊。但是现在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呢？应该不是我还有东西可以点，因为它已经变成一般的颜色，所以应该就是我真的一直没有找到那个最后一个东西。我觉得跟这个很像，可是这个我又点不开。这些也都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也不是，不是吗？哦，还是可以直接拿啊，可以直接拿啊，气气气气！好好好好好，字母链，然后呢？装饰。
Oh no， 这是我不喜欢的那种。并不是所有的 boss 都在这。这是什么？这里还可以再放两个。哦。我看看哦，这边好像就只有这样子了，没有东西了。我去看看喷泉这附近。嗯，我要让他把喷泉水填满这个池子的样子。但是我那难道我需要的是一个水管？难道我需要是一个水管吗？嗯，怎么也不是。嗯，这个吗？好像也不是啊。它应该是需要这个收集到两个眼睛才能动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我还有哪里可以走呢？这个我再放两个。嗯，这个需要一点水。他正在阅读什么东西，所以我要把那个书。没有燃料它是不会亮的。我要把那个书我复原，然后放到他手上去。这个应该是可以点火吧，没有燃料它是不会亮的，它需要燃料。嗯，但是我现在好像手上什么都没有哦。这个水池应该是要填满，但是反正我现在填不满，那就先不管它。我现在需要阀门，装阀门的地方，但不是这儿。嗯，这里应该什么都没有吧？一个火把到底能干嘛？它需要燃料，燃料不能是叶子吗？好像不行。教堂，这个种子需要一点水。这好像都不是我现在可以给他的。我需要那颗宝石，我要怎么拿到那颗宝石？我想想。应该跟这没有关系。我肯定是要先点火才能够看到这里的，可是我一定是先需要燃料我才有办法点火。哦，小，我把煤炭装上去，然后用火把。我也吓了一跳，眼睛，哎，你什么？那这个眼睛是谁家的啊？这的吗？所以我看看，门，
后我需要装一点水。哎呀，你要去哪儿？快回来！哇，这不就是刚那只鸟吗？原来你是……刚那东西是喜鹊吧？原来你是喜鹊家的崽崽吗？这应该是吧，可是为什么没办法点？奇怪啊。这鸟这么可爱。其实我好像有点不行了，我觉得我可能会需要去准备要睡觉一下，哦，觉得有点困，有点困。宝石，这个宝石是放在这里还是放在那里啊？看来是那里。如果是这里的话，我真的一定要休息，因为脑子不清楚的情况，恐怕是没有办法玩这个的哦。这样，对啊，这个两边不就都是黄色的吗？我们把我还不错嘛，处于半昏迷状态，我居然这么轻松就搞定了吗？哇，太厉害了吧！我现在完全做这件事情，我连眼睛都不用看，脑子都不用动了吗？我这么机灵的吗？但我跟你说，这并不是件好事。我现在眼睛已经张不开了，我觉得我必须要先休息了，各位。亲爱的伙计们，我们今天可能就只能到这边了，但是我们下礼拜一，我尽量争取这两天看可不可以重装一下这个 OBS。